总价是多少？13742。大条的哦。好，那刚刚呢，我们在外场保养，总价只要。你有没有去外场保养过？以前有。真的？那你怎么选的？怎么选？你怎么选择你要去哪一间外场？就是认识的。认识的？对啊。因为我想要去外场保养。哎，米娅，你有没有认识？只是回原厂啊，回原厂。回原厂，现在还是回原厂？对啊，还没有过保，因为有延长保护。延长保护、嗯。你们在讨论什么？很像很有趣的事情。就是在讨论说车子过保要去哪里保养，外场保养比较便宜、啊。对啊，就想要比较便宜。你要保养？对啊。去找你信任的保养。可是我就是没有认识啊。没有认识的。对啊，不然你有信任的保养厂。其实我也没有。那你讲的干话哎、欸。今日最干。都是回原厂保养的。那来，我开一个有趣的东西给你看。哎、欸、不是这个，不错哎、欸，这个一场对话，开启了一场保修厂的网络挑战。对，这个网站啊，你看找汽车保养厂，来，请出题。花莲，然后嘞，厂牌修福特好了，要什么？维修保养，好。你是会去哦，真的，这个吉安有，哦、吉安有，哦，换小贺出题，那我要外岛了，你要外岛，那我要连江，好，你连江区域呢？的最后最下面那个东影，对，品牌呢？东影哎、欸，宾利好了，宾利大头啊，你是岛主是吧？超富，谁会在连江开宾利啊？你们可不可以出那个大众一点的？换我那个 Skoda 哦，换你啊，什么线？线是不限好了啦。你要修 Skoda 在这边？对 ，Skoda， 装什么可爱啊？搜寻，这个应该很多。嗯，哦，14笔，我这样看下来，第一个最吸引我的其实是这个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吗？有法拉利，对，有法拉利。看一下，是在林口哎、欸。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预约，线上预约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他可以线上预约啊。等一下，看他符不符合条件，保时捷。哦，许哥的，哎呦，放的比福斯前面哎，很好。哎、欸，金修 VAG， 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哎、欸。金修 VAG， 大家都说他金修啊，啊，他真的金修吗？哎、欸，有很多简介，看一下。哦，老板专业，不推销产品。哇塞，哇，这个人真的当作文写哦。对啊，是有送东西就是。加500字心得，真的是500字心得哎，不然我们就去拍看看就知道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可是我们去拍啊，每次大家都说看到你这个人，就是你这个人，庞然大物。对啊，这个人，这位走进店里。对啊，先退避。不是啊，谁敢普浪我们？就很简单，偷拍就好了。哦，偷拍就好了。偷拍，我们就变装去，然后加偷拍。就这样，就这么决定。啊，文夏。文夏，你几年制的文夏？你认错，我是劳温症，神经病。你谁啊？啊，你就熊子啊！你看公司的口罩 ，Empower 的帽子。哪有？这看不出来是我吧？我就是一个路人啊。我才是路人吧？这个是路人。是路人啊。这个是路边的神经病。哦，不管啦、啊，你看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啦，所以我们就出发吧，走。所以今天要做保养，对。只是说这一次因为过保了嘛，然后想说回原厂应该是会比较贵，对不对？应该说每一个人都说原厂比较贵啊、哦。然后想说就来体验看看外厂有没有便宜到哪里去。其实我感觉啊，如果你有认识的外厂的话，
过保之后也不一定要回原厂，因为其实回原厂为了是什么？就是保固占了最大比例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对车有点了解的话，哎，回原厂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，有时候外厂可能也可以尝试一下，但是要怎么找外厂这就很重要。对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就是等一下我们拍的策略，等一下我就会把摄影机粘在我这个地方。你用那个？哎，我用 Go To。啊，你的话呢？我就是把手机放在这个口袋，这样。哦，哎呦，放到底，完全不会挡到镜头。按录影的时候会不会奶头把它按停？不会，它只会按到那个对焦啊，所以永远只会对焦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向右转，然后目的地即在您的左手边。要到了是吧？对，要到了，要到了。哎，老板你好，你好，我有预约保养哦，有 OK 好，对，因为我第一次就是不是在原厂保养，哎哦，你第一次出来到外面，对对对，然后所以就是、哦、就是看有什么，就是不知道有什么保养，因为我这次是要做那个六年的九万公里保养 ，OK 好，那我知道，那你的行照借我一下，我等一下开张估价单给你，好。鬼鬼祟祟，我哪里？我就换个地方，哪里鬼？好，大概开出来的目前，好、哦，我们估价出来的话是这些项目，好、哦，这是工资的部分，对，好、哦，那有些这些电瓶检测都没有，然后这边是零件的部分，有机油精、清洁套、喷油嘴、清洁剂、刹车油，好、哦，机油，机油芯。对，这个放油螺丝垫片这边部分是免费的，对，然后一个空气芯，对，等一下那你看一下，对啊，好啊，看一下这个如果价钱跟制作项目你 OK 的话，嗯，好，我们就开始试做。那还是说你有什么想说，哎，你自己可能不需要的地方，那、哦、你也可以勾掉，我们就不做它。好，我们讨论一下。好 ，OK， 你就看这个，我空气这个应该是引擎的空气滤芯，这个我会自己换，嗯。所以我应该会删掉这个，然后冷气滤网我也会自己换，所以而且我其实才刚换没多久。嗯，这边讨论的有点尴尬，你就先删再说。我看一下有没有新车。这个就是燃烧效率好，燃烧效率不错。是啊，只是它已经有点磨损了吧？它磨损的话，它其实会影响点火，车子开起来会比较没力。哦，它本来就很没力了，会可能会再更没力。对，它本来就有够没力的了。对啊，我拿一颗新的给你看一下。原来你这个车子是女生哎、欸？怎样？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。叫做 CityGo， 这是原厂的吗？有，那6号。真的耶？对啊。哎呦，老板，这个都是原厂的吗？对啊，都是原厂的。所以你们也可以拿到原厂的料、哦？都可以。现在其实原厂料通路也都有。对啊。那当然了，我们。去保养，尽量我们基础都会用原厂材料，除非客人有特别想说要用什么品牌的，或者是之类的状况，他会去用副厂的，或者是 OEM 件，不然都是用原厂为主、我们都是以原厂材料为主，对啊，你看他有这个保时捷认证，哦，他有认证，认证，因为有认证的有用起来是安心的，可靠的，对啊，可以啦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来。问比较多一点。对啊，你们住这附近吗？我们不住这边。对，我们不是这边的。那你们会找到这里啦，也是蛮厉害的。哦，我们是看那个啦，卡卡购啊。哦，你们看卡卡购啊，难怪也有啦。这个很多客户最近就是有一些平台上卡卡购引流进来的客户也都有。对啊，所以你们是看他来的。对对对，啊，加入卡卡购是要钱是不是？嗯，不用啊，不用钱。不用钱。对啊，所以他们免费帮你做这个平台。就等于这是一个共应，这怎么讲？大家互相成长的一个平台。他们当然相对，他们对我们这些修理厂，我们厂外的这些
的修理厂，他们也会进行一些考核的动作，要看我们设备够不够，技术。他们会亲自来啊？对，在我们要加入他们之前，他们会先派那个相对的人员过来，然后做我们整场的技术评估，跟设备的评估，看我们。再讲难听一点，我们要上他平台，你够不够格上他的平台、啊？对，他们会做这个，因为他们也要这么硬。对，就是。互相都要保障嘛，不够实力的不是随便都能上他们家的东西啊。Oh. 对啊，毕竟他们也是要对其他这些引流进来的客人要有所高待。哦、oh. 啊，有啊。所以你为什么会想要加入他？嗯，就是、想要更多客人吗？对，想要更多客人，然后也大家一起求进步，因为毕竟现在不是单打独斗的事情。哦、oh.。市场，对啊， oh. 大家互相帮忙。他现在在弄后轮罩。哦、oh. 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我就说我那个时候。手刹车拉下雨天的时候，隔天要出门了，放下来之后启动，车子不会动，再踩用力一点，就听到后轮，对，锁死了。哎呀，原厂说什么？原厂就说，我看一下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就这样，那就好了，没问题啊。不是，这个是问题，这个是问题的所在啊。啊，那不然要怎么解决？对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师傅，那我后来那个后面的那个，就是为什么会下雨天会锁死？下雨天锁死有可能是因为里面粉尘太多。对，因为鼓噪的它是包在刹车皮是包在内鼓里面。对啊，其实它保养车都要定期检查清洁。因为我们刚刚拆起来看，里面粉尘算蛮多的。是哦。对啊。跟原厂的回答不太一样。就这样，听起来好像很单纯哎。其实也不单纯啊。也不单纯。因为就是你照拆，有的人会嫌麻烦，他们可能保养就不会去寻这个地方。哦、oh.。好，我们已经结束保养了。我觉得两个层面呢、啊嗯，等一下到底多少钱，最后再帮大家来揭晓哈，差多少钱、嗯？我觉得这次我们用KakaGo这个平台来做体验，基本上因为你是车主，对，有满意吗？蛮满意的、啊，嗯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家店的那个技师的态度、服务态度是不错，就是跟他讲什么，他其实也都会帮你处理啊，或者是说为你解答这样。尤其是你那个后刹车的问题，对，在这边好像得到了一个比较妥善的处理跟对待。对，就是哎、欸，哦，原来是很简单的问题，对，然后他就是帮我处理，然后马上就弄好了。那我问你，今天如果啊，没有KakaGo这个平台、那你现在会去哪里保养？我应该还是要回原厂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不知道去哪里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回原厂比较有保障。OK、啊其实很多网友也会发信来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伊藤，你有没有认识的坊间的保养厂？”其实我有一些熟识的朋友在做，但是因为大家的需求不一样，你有可能是日系的，你有可能是 VAG 的，你有可能是美国车等等。其实各家厂商他专精的地方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善用这个搜寻的平台。好，另外就是KakaGo，我研究这个平台一阵子后，我发现它上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，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工单记录在你的账户里面。这个我蛮喜欢的，我很喜欢更新我车子的履历，然后我下一次如果换一样东西，我就可以去翻这个履历，说我上次是什么时候换，换多少钱，然后假如说它涨价了。我就可以跟你聊这件事情，说你怎么可以涨价呢？怎么可以涨价？好，最后最关键的，到底我们花了多少钱？我们就来揭晓一下。来，你有没有原厂的估价单？有问到吗？有，今天热腾腾刚出炉的。然后今天我们在刚刚的保养厂是做同样的九万公里的保养。好，那原厂里面你来揭晓，原厂有做哪些内容？有做基本上就是机油，然后空气滤芯、冷气滤芯，然后再来就是刹车油更换，火星塞，然后还有一些添加液，像是什么油污清洁啊、雨刷浓缩剂、节气门清洁、汽油添加剂，大概是这些东西。这边几乎也都有了。那总价是多少？13,742。大条的哦，不便宜。蛮大条的，我觉得破万都蛮大条的。好，那刚刚呢，我们在外厂保养，总价只要8,750。对。工单呢，都放在荧幕上让大家来比较一下。大家在看的同时，我认为最主要差别工资，各位有没有发现工资在原厂的工资上面，有时候
拆掉就是一个价钱，装回去又是一个价钱，或者是拿下来清洗又是一个价钱、嗯、所以同一件事情他的工资会收你几次，那甚至那个放油螺丝也要收钱，小东西垫片他也要收钱、嗯、但是你会发现你在外厂保养的话，放油螺丝什么这个是送给你的、嗯、然后工资呢你会发现他也只算一次，所以价格一来一往之下就差很多，差非常多。其实折让的空间就是他们在工作的工资通通折让给你，只算一次。嗯，所以如果你还在苦恼你不知道要去哪里保养的话，而且我想到一个，我真的觉得很瞎。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说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对，我拿给你看，这是我刚剩下来的机油、欸、因为我刚买的四罐机油、你看剩多少，几乎是满的，剩700ml以上。嗯，他说所以我的这个引擎只要加三罐再多一点点的机油就好了。所以你我每次去原厂都被干走了。你不是自备机油吗？我自备机油也被干走了。我看你看这个线这么满，所以你这个车拥有这么久你现在才发现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可是我刚刚一看到他把这罐放到桌上的时候，我说所以这个加完了吗？他说对啊。我说还有很多哎。他说对啊。我说那这个你们通常怎么做？我说我们通常都还给客人，那他下次如果要保养的话，那假如说我现在需要3点多罐，我就再把这一罐带来，我再买3罐就好了。哎呦，阿雄你知道的太多了，有些事情不知道反而还比较好呢。所以我跟各位说，原厂有原厂的好啊，他保固啊，然后他卖车给你，包含很多东西，他可能会比较了解。哦，这个是我们一般想象，但是在外厂当然他也有他的好处、哦，你可以省下很多的钱，然后再来你可以知道很多的真相。所以如果各位朋友你也是过保的车辆、哦，你就不必再发信来问我说有没有认识的保养厂推荐的保养厂，请你直接上卡.com，直接把你的条件输入进去，然后就可以找到符合你需求的店家。希望这一集呢都会帮助到佳佳，也帮熊子省了不少钱，在未来的钱也都一次省回来了。虽然说为时有点晚了，但是不会啦，才一两次而已。但是就这个样子吧。好，各位祝大家好运啊！我是宜晨，我是熊子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终于可以把衣服换回来了吧？好热啊！我的机油。